现在我们在三峡白鸡的行修宫，那今天主要是小林芝来演魂抗魂仪式。对，我们大概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左右，那已经练完一本经了，那小林芝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，所以我们只好先走咯。因为今天天气很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去石门水库的阿姆坪做野餐哦。主要拍一下我们的推车，淘宝淘来的，真的就要卖人了，而且非常新哦，很新哦，很新的一台。那我们等等就要把它卖掉了，那给小柠檬最后一岁了，走吧，出发。今天行修宫天气很好，能见度很佳，可以看到非常远的地方。那今天来拜拜的人也非常多哦，这边是我们定期都会来这边拜拜的地方哦。行修宫这边的环境其实是非常好哦，特别很适合好天气来这边走走晃晃。可以看一下，这边还有一个小斜坡，可以让你的推车推上来推下去哦，很方便。现在我们从刚拜完拜走下来，行修宫下面的算是美食街，卖很多吃的，还有茶，然后中间也有卖一些饭跟面。那其实这边卖最多的就是豆干，大溪豆干，因为这边离大溪很近。其实最有名的是前面那一家吴妈妈，每次来都是大排长龙。这边就是行修宫的一个楼梯的入口，所以旁边两旁都卖了很多吃的。好，前面就是这边最有名的吴妈妈大溪豆干哦，生意已经很好了。好，小林芝在这边买了一个双麒麟，很快吃。好，我们走，慢慢走。我老婆已经在为下礼拜露营做准备，要买老姜，下礼拜露营要做麻油鸡。然后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几乎没什么车，现在几乎停车场都快停满了。好，我们车就在下面。已经到阿姆坪哦，这个停车场看起来是不用收费的，位置也不少，可以看到我后面这边就是阿姆坪的停车场，那车位还不少。那今天是礼拜天，看起来车也没有满，还有很多空位哦。这边是我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后面就是石门水库的湖景，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前往水侧。虽然现在才一月，那今天出太阳，感觉又跟夏天一样，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边散步。我们就往这条路往前走，就可以到我们的前方的那一栋红色建筑水侧，旁边还有一个小凉亭，非常的悠闲，可以在这边聊聊天，看看景，放放空，人生不过如此而已，就是要这样惬意。这边是洗手间，有个牌子，这边有个石门水库旅游导览图，水侧到了，还有两个大的垃圾桶。好，这边是南侧，看起来是干干净净的，蛮大的，那有很多蹲式的厕所，可以看一下蹲式的厕所。南侧的水侧大概就长这样。好，这边洗手台，这边还有一个亲子无障碍厕所，这边有个尿布台，可以给小 baby 换尿布。拿一个洗手台，一个马桶，还挺舒适的，很贴心。还有一个椅子，可以给小朋友洗手。水厕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哦。那走过来就是搭船的地方，这边有写往游艇码头乘船处。走过去那边就可以买票，
上船游湖咯。现在我们走回去，再看一下湖景，远方的湖景非常的漂亮。今天刚好去三峡行销宫拜拜，想说要去哪边来个野餐，就走到这边，传说中的车泊神殿，有一个大草皮，一个停车场。这边就是石门水库阿姆坪生态公园，它的无敌湖景非常的漂亮，已经有人准备了一个帐篷来这边弄起来，准备要在湖景第一排野餐，很漂亮，大家好好看一看，没事可以常来这边多走走哦。也有些人在那边树下乘凉野餐，也算是不错，看着美丽的湖景放空，甚是悠闲。哥哥，这边没有哥哥啊，我们狗狗在家。哥哥，狗狗在家。嗯，你好。好了，不能出去。我们现在在阿姆坪生态公园，然后旁边的停车场。那今天好多人哦，都来这边野餐。看湖景，看石门水库湖景，很漂亮啊，是不是？走，一二一，你有没有说 hello？ 嗨，嗨，我是小柠檬，怎么样？我是小柠檬。嗨，哎呦，你喝再久一些，爸爸。天空，天空，天空，水，水，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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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乖，姐姐，姐姐睡午觉，啊，妈妈呢？姐姐，啊，你要找姐姐啊，她去找姐姐。趁着两只宝宝跟我老婆正在游玩之际，我来车上泡个咖啡，悠闲悠闲一下。泡完咖啡，好好这边去了一下，看这边的湖景。来，你的咖啡好了，好一杯卖100。好，等等找小人这里。进去啊，在阿姆坪生态公园看着石门水库。看着湖景，很去了喝下午茶咖啡，对，对不对？刚泡完咖啡，小英子跟镜头说 hello， hello， 哎，萌哈奶奶，刚刚摔了一下，有被阿康阿空啊，空空哎，那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生态公园，果然是我们传说中的一个车泊神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重点就是它有一个。很干净又很大的水厕，有水厕对于车泊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。另外一个部分的话，它这边停车场位置也蛮多了，而且还不用收费，而且住席停车位还蛮舒适的，看过去就是优美的石门水库的湖景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后面看过去就是这样，后面就是一片山，一片湖，石门水库，啊，所以这边真的是还不错。它的优点就是有水厕，风景美丽，停车方便。三大优点就可以构成我们车泊的一个要素，重要元素。没错，那你要说有缺点的话呢？少了一些亲子游乐设施，溜滑梯。车泊没有，你讲的是营区。溜滑梯、沙坑可以建起来。这边是车，溜滑梯、沙坑，听到没有，政府？反正我们还没想到什么缺点。那缺点就是可能这边假日人会比较多，所以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吵。大概我只想到这个缺点。小医师说没有溜滑梯跟沙坑，没有溜滑梯跟沙坑是缺点，请建制起来。缺点建制起来，等建制起来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下次就建制了哦。喜欢我们的影片要怎么样？记得
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，然后开启那颗小铃铛。好，再一次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订阅。我还没开始讲。好，欢迎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用。必喜欢，我喜欢我们影片，必须这个赞。好，订个赞。订个赞。好，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，记得开启那一颗小小的铃铛。拜拜。拜拜。